好，大家好，今天又要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意儿。那我今天呢哈，要开箱的商品呢哈，就在镜头里面了哈。那这个商品呢，还是老样子啊，是一个 pouch 啊。那它又是 Alpaca 的品牌啊。那我说实在话的 ，Alpaca 的商品呢哈，全产品线我几乎完整啊，而且这个一个商品我或许还不止一个啊。那其实我今天要开箱的这个 pouch 啊，我其实已经有了啊，那只是说，我换了一个材质，然后换了一个型号啊，然后再购买一次。那之所以会买很多他们家的商品的话，主要是他们的 pouch 做的是真的不错了哈，而且蛮细致的，蛮细致的，蛮品质蛮不错的啦。只是说哈，我不知道老板有没有看到啊哈，我的影片呢、啊，因为我看到啊，他们啊，对于国外的 YouTuber 啊很多赞助啊，可能他对于台湾的 YouTuber 啊，就比较疏忽看我们的影片哦，所以说我从来都还没有收到过他们的赞助。那我或许很有可能会是他们家哈，购买总金额最高的人哈。我现在累积起来的话，已经好几万了哈，好几万新台币的这个总额哈。好，那我是希望有一天呢哈，Alpaca 老板可以看一下我的影片了哈，你来看一下我对你们家的商品呢多么支持哈。好，那我今天呢哈要购买的话就是两个 pouch 哈。那其实他们这个 Alpaca 的工厂啊在深圳啊，我每次哈都是从深圳寄来的，而且是这个金利李进，应该是李进这个人然后他寄来的，每次都是一样。好，那不过他们家好在寄商品的哈，速度很快哦，速度很快。我今天是12月8号哈，星期五啊。那2003年的12月8号，那我是在2003年的12月6号吧，好，六号的早上啊哈，去选购的哈，今天就收到了，礼拜三选购，礼拜五就收到，而且一大早我就收到包裹了哈。好，那我这一次哈、啊，买了两个 pouch， 那这两个 pouch 的话都是 for hub kitchen system， 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hub kitchen system， 啊，这个在我的频道里面我已经介绍过很多次了哈。好，那我就跟各位介绍一下，然后以及我为什么买它哈，它叫做我第一个要开的是 hub pouch， 啊 ，Velcor， 它其实啊，它在他们的那个官网上面的哈，不是叫这个名称，不是叫 Velcro， 好，它是hub pouch 的 hook and loop， 就是它有加上前面的这个魔鬼粘，魔鬼粘就是让你可以贴上一些士气标章了哈。对，那我们就把它打开哈。那打开的时候，它像这样子，那你这边的话，它有魔鬼粘，你可以贴士气标章。那他们家的商品就是这样子哈，这是hub pouch，hub pouch 的话，大家可以到我的频道去搜寻影片，然后我已经拍好开箱文很久了哈，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他们这个商品的话是很不错哈，那我上次买的话是SPEC 的 VX42的版本，那我这次的话是hub pouch， 但是它是 hook and loop 版，就是有魔鬼粘的这个版本哈，它差别就在这正面这里。那这里面的话，它应该会附一两块的士气标章，让我们贴在上面哈。那我现在就把它打开看哈。打开了以后的话，它正面这边的话，应该照理讲应该是会给我士气标章的哈。它一样哈，也是前面的哈就有一个夹层哈。那你们这个详细的内容可以去看我 hub pouch 的开箱了哈，我在这边有说了很多哈。那他们家的这个 hub pouch 它其实体积很小，好，这是一个91厘米的瑞士刀哈，那这个尺寸的话应该是大家都非常熟悉，91厘米的瑞士刀，我这是 Huntsman， 然后呢它的体积就像这样子，好，那它的高度的话大概是12公分左右啦，好，这是9公分嘛，
那这样子大概是12公分高度，那宽度的话就差不多是9公分，我们这样子比是 最清楚的，就不用给数字了。给数字的话，其实大家看的数字也没什么概念。好，那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开箱了。好，那打开之后的话， 它的炮局就像这样子。欸，它没有附士气标章，欸，它没有 附这个士气标章，好吧。因为 我其他的那个有这个hook and loop， 它就会送士气标章。我这是 admin pouch， 一样我已经开过箱了。好，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频道里面都有，对的。好，那我就不再重复了。好，那结果他这次的这个并没有附士气标章。好，那总之他这上面是让你可以贴上这些士气标章的，例如像，好，例如像这样子，好，他们家的士气标章，你就可以要这样。当然你也可以贴其他的啦，不见得要贴他们家的，对，他就是让你贴这个东西用的。那这个 hot pouch 的话我相当的喜欢，那当然我们用 pouch 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你这 pouch 这么小，但事实上其实我们在玩 EDC 的话不是在比东西大小，我们是在比东西你会不会准备。那像我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自己改装，我加了这个10mm 的这个这不算魔鬼粘，这是更强力的，更强力的，它塑胶的，那你就可以做一些改装，那你就可以把这个头啊接在这边。那这是我的那个叫做 Nightcore 的那个行动电源，然后因为它是 for 这个电池的，那所以说5000毫安时，它是2150的那个电池。那这一样也去看我的开箱影片，频道里面都有。那我们的炮局的话是看各位怎么用了，所以说小炮局的话它有很多的好处，对。那我这次的话就是再买了一个，但是它是有 hook and loop 的版本，那内容物是一样的。那它同样的也是可以 for 这个，它这边有个挂钩可以让你挂上它的 hub keychain，所以说你就可以把它别在腰上啦，或者是说跟他们家的这个背包或者是sling bag 做结合。因为他们家的商品整个就是走 hub kitchen system， 他们都会互相搭配的，所以说这也是我很喜欢他们家东西的原因啦。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pouch， 另外一个 pouch 的话它叫做 metro pouch。 metro 的话它这边写地铁，好，地铁带Metro Pouch。 那这个 Metro Pouch 的话它是我们这边叫文字的 Metro Pouch。 我的频道的话因为平常很忙，录完影片我不会上字幕的，当然我有几个影片我有上字幕，但是我不会是做无谓的后制，也不会做剪辑，我们就是 one take 一镜到底。好，那这个 Metro Pouch 的话它是他们家的 Hub Keychain System 里面的体积相对大的一个 Pouch。那这个炮局的话因为它可以跟他们家的一个 system 做一个很紧密的连结，所以说我还蛮喜欢的，对。那它这个炮局的话它体积并不大，一样它比 hub pouch 大一点点而已，大一点点而已，大的不多。所以说因为他们家的这一个炮局的话都是可以 for 这个 kitchen system。那 kitchen system 它本来就是一个外挂式的一个设计，所以说外挂式的设计啊都不会把东西做得最太大，所以说它等于就是一个附加包。它附加包的一个设计的话它本身就是让你让你轻巧好用的，所以说本来就不会做得太大，但是它的特点的话是说它可以跟他们家的其他商品啊做一个很好的结合啊。这怎么非常棒的设计，那你就可以这样子把它别上去，挂在腰间啊，或者是说啊，把它挂在其他的包包上面啊，或者是背包的内侧哦。好，各位可以去看我其他频道的影片啊，因为我他们家的商品我真的是开太多了哈。那今天的主角的话，我希望把它放在这个 Metro Pouch 上面哈，因为什么呢？因为 Metro Pouch 我之前并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哈。那它体积不大，那它同样的话也是前方有一个开口的设计哈。那这个开口的话就可以让你放一些小一点的，然后呢便于拿取的物品哈。那它这里面的话也塞了这个
塞了填充物了哈，塞了填充物。那它的这一个前面的这个口袋就大得多，好，也比较深哈，可以让你放更多的东西。好，那像有些人的话，他出门的话可能会带一点那个药品啊、急救箱啊，哈，那种棉花啊，然后一些外伤药啊，哈，内用药的话，这个就相当合适。因为它前面的这个口袋的话，它是一个整合式的口袋，而且容量很大，好。然后它外面一样也有 water guard 的那个拉链，那这是 YKK 的。那它的这个侧边的话一样也是做water guard， 所以说跟这个 hub pouch 比起来的话，它没有做 water guard， 不然没有做防水，但是呢 metro pouch 它是有的。那它们体积的话就是差一点点，它大概13公分左右吧， 13点多公分啊。其实我觉得 pouch 的话到13公分甚至 13.5 公分会稍微好一点，因为我们市面上有一些好的手电筒的话，它大概都到13公分以上，或者是说你可能会用一些折刀，那折刀的话也比较找不到12公分这么小的，所以说稍微大一点比较好。那它的这个设计的话，你打开了以后它是一个上开式的设计。其实我觉得 metro pouch 它会是一个还不错的 pouch，那你就可以放一些你随身的东西啊，像我出门的话我一定会带我的那个自拍神器啊，然后信用卡啊等等的啊，你就可以把它收纳在这里面。而且它的隔层相当多，它除了后面呢是有像我们一般的这个炮区啊，有这种弹力绳啊，那它有两格的弹力绳，大家可以看到吗？有两格弹力绳啊，然后你可以当一般的炮区使用啊，你可以插两个比较长状的EDC 的东西，可能是小刀啦，或是瑞士刀啦，或是钳子之类的哈。然后这里面的话，再可以放一些证件啊，还有一些随身的小物啊，什么酒精啊等等的都可以放到这里面去。而且它因为体积很小小，还不错，你可以跟 Hub Chain 结在一起，挂在你的腰上，我觉得都是很 OK 的。挂在腰上也都是很 OK 的哈。好。那它也可以啊，就是跟你的背包上面啊的那个挂钩，或者是 Molly 系统，你都可以做一些结合啊，所以说整个还不错。我觉得 Metro Pouch 的话是相当好的一个商品。好，那此外的话我说明一下我这次的这个材质，这个材质的话各位可以看得到啊，跟我们的 X-Pack 是不一样的。S-Pack 的话它会有这个菱形线加22度角的菱形线，而且它会比较有光泽。那我这一次买的这个材质的话，它叫做EcoPack， 好 EcoPack， 那它是 EPLX600 EcoPack。 所以说 EcoPack 跟 S-Pack 的话它是不同公司出的合成材料了哈。那但是 EcoPack 它有一个特色是说它更环保，因为它完全是100%回收的保特瓶去做的哈。那而且它的胶盒的溶剂的话都不含任何的有机质了哈，所以说它也不会释放出很多二氧化碳，所以它整个在制作过程里面碳足迹是很少的。那 EcoPack 的话也是我们目前世界上买得到的这个复合材料，做包包的复合材料里面它是最环保而且碳足迹最少的哈。对，那但是我并没有非常喜欢的哈。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 S-Pack， 因为 S-Pack 的话它外面呢外层的话会有带这个格纹哈，而且它会比较光泽，它会带一点时尚感哈。当然了，因为这么小的一个体积的泡球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应该影响不大哈，所以说我今天也是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哈，什么是 EcoPack。那Apoca 他们家哈，他们用的这个材质啊哈，还蛮敢尝试的哈。那我觉得都不错哈。那我觉得它好像似乎可以比较轻一点点哈，不知道是我错觉还是怎么样。那这个 Metro Pouch 的话，我整个来讲的话，我还蛮喜欢的哈。因为它的内容物的话，它内层这边的话都还是跟我们 S-Pack 一样啊，它是那种亮橘色的 nylon 在做内层，所以说它会比较亮，比较好拿取。好，如果说以这两个 pouch 来讲的话 ，Metro pouch 我可能还会再喜欢一点点。
不过说实在，它的体积也大了一些些啦，哈、哦，这倒是哈、哦。它的侧边的话也比较厚啦，哈、哦，大家可以看得到，嗯，对，但是有更多不同的用途啦，哈、哦。那尤其是它这个可以外挂的方式，我觉得是相当好的设计。我个人认为啦，如果说可以的话，大家，哎，这个，哎，商品的话，我是相当的推荐哈、哦，哎，就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好，那我们今天呢，哈、哦，分享的小玩意儿哈、哦，分享到这个地方。那两个主角，一个是 Apaca 的 Metro Pouch 啊，一个是 Apaca 的啊 Hot Pouch 啊，它是 Hook and Loop 版啊，就是可以贴湿气背章的啊。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